排排站等候看诊拿药，布利桃园医院的群聚感染扩大，现在却经传布桃医师也支援了新屋分院，让民众全都吓坏了。我们都很害怕，不敢上厕所，哪得赶快跑啊！我只知道有一些医生停诊了耶。哦，停诊啊！我们小心一点，像我这样挂两个口罩啊。啊，这里特别挂两个口罩的，对啊。对啊，我们自己要小心啊。 布桃医院全院升级红区，1月6号到19号的相关病患及家属也强制隔离14天。但不止民众错雷弹，本院和分院的医师一来一往接触，恐怕就会让感染风险大大增高。当然有这样的可能性，哈，那可能性非常的小，不过也不能够完全的排除。陈时中也认为感染疑虑真的存在，曾在内部医院工作的员工表示，布桃医院会在新屋分院看诊，而新屋分院的医师还得到急诊室。 值班，双方互相接触，担心成为下一个防疫破口。有风险都已经居家隔离起来了，新屋分院也是，我们也会基本上也会陆陆续续的稍微清空一下。新屋分院的相关人员目前被要求以最高规格防护看诊，尽量少和病患近距离接触。不过分院陆续进空全台，心惊胆战，就怕变成下一个布桃医院，成为医护感染的二次群聚隐忧。记者谢文祥、刘志展、赵佩宇，桃园采访报道。